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秘书长杨白景上台宣布感恩中国万里行正式出发，同时也有请四川省林业厅副厅长李小康、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的张富民主任、成都电视台台长夏奇建以及熊猫爱心大使黄晓明来到台前这个水晶球前，来共同开启卧龙大熊猫感恩中国万里行的行程。这是一次跨越时间的行程，这是一次跨越空间的行程，这更是一次跨越心间的行程。祝愿卧龙大熊猫感恩中国万里行一路顺利，圆满成功，谢谢大家。你就是爱自己。